你今天会想要钓鱼吗？觉得今天的状况还是算了。哎，是不是还有人说喜欢钓虾、啊？有这边，你也喜欢钓虾？我喜欢钓虾。哦，我是钓虾场的拒绝往来户。就是因为你常常在喝醉闹事。是、欸，那你很猛、啊。既然这边会钓，那地方可以，这边会钓，来 PK 一下啦。完啦！三十秒谁钓得多？爽，对不对？哎，真的假的？哎，钓虾网，哎，这我女儿的游戏，我每天都要陪我女儿钓这个玩意。对啊，计时三十秒开始。哎，完了完了，不要抖，手不要抖，来。是，小金，你不要动啊！不要动啊！你不是一个小时钓八十几次吗？不是，他一直钓我的池啊。OK， 来，有，我怎么不张嘴啊？你要转他的钩子，差点，钩子转进去要转进去，伸出去要转进去要转转转。哎，你真的有八十几次的潜力哎！不好钓。浩哥，我的肉调整的差不多了。好，我有多做，然后你就优比着这样子。放着放着给我就好了。是吗？你要几碗？对，给我给我，是给我。天哪，你真的太棒了！给我给我。那炒饭呢？你要现在弄吗？现在要吗？他需要现在。因为其实那个 Chris 就比较少东西吃。哎、欸，我超会炒饭的。那你炒啊？你要炒吗？真的吗？真的真的。没有没有，他说不要他炒味道，我看什么？你猜。这个已经超伟大的错在，真的假的啦？中过了啊，脚不要超伟大就好，他就是脚超伟大，脚超伟大而已啦。哦，完了，他是脚了。啊，你面不会，假的，肉不会。哇，他脚已经，那个脚没有在吃了。前面那个龙虾是烤焦了，有没有？我有闻到有焦味，我闻到焦味。有没有？你闻错那是那个？没有，你闻错那是那个。这是火炉的味道，火炉的味道。对，需要帮忙吗？对啊，不用了，帮忙。你们不要了，不好意思。没有啊，自己人有什么好不好意思？有什么好不好意思的？不要再装了，真的真的。要我帮你去看一下龙虾吗？不用不用不用，你千万不要看，太不好。好吃的，然后到新鲜，你不用加盐，它全部。其实我比较好奇，我们主菜是啥？主菜吗？对，因为他现在感觉还在今天的所有的下酒，就一直喝酒，边吃边喝酒，最后的才会来一个让你们比较重点，满足满足的。Nice， 我们可以参观我们店里？可以啊，就进去看看啊。可以参观吗？可以啊，欢迎。奇怪，真的会哦？是没有，我假装的。对啊，你确定？假装的。我在他家的时候也没看过他真正煮过菜。